那祖罗平常都是这样对我们的，啊，反正拿着点心在我们面前，然后要我们扛着重物，然后我们就说好像扛不住了，为什么就是说你一定行，就剩一里路了，可以的哟，嗯，虐待丫丫，啊，哎，怎么了？ 我长大了，怎么了？这种泥皮一定要去了，泥皮一定要去了，失败了，吓死泥皮！啊，还敢弄我嘛？还想踩我嘛？泥皮？然后右边的往前走的下面会有类似的。有小黑。哦。黑。我电池箱放家了，没带了。哇？应该左边有路，左边青铜，中间我不知道。 那你们先走中间，我等下回来。冲啊！树很多，咻！就是你路遥控飞的，让泥皮知道我跟他是不同的 level 啊！啊，还要传泥皮是不是？哎呦，泥皮哟！哦，为什么会掉？哈，就是因为你都在干嘛？笑人家，笑那些小朋友。 什么声音？还有怪！哎哎哎！撞墙！没事没事，快速快速！他们刚直走嘛？五郎爹不？五郎？哎，没了。 哎，他们去打小黑了，为什么没看到他们？左边我记得他们好像也说没啦。哎，那怎么烧灵了？有人吗？那我不要出门了。他们说那边有，哎，不是啊，他直接来，什么意思？ 他直接来，哦！哇，他很凶啊！哇，巧克力！我看着他，哎，他也直接来，哎，超凶的！他不知道从背面，他从正面。我超生气耶！他疯子啊！我的超级生气耶！在等我，还没有跟他说最后一句晚安。哦。 哎，那个超级机器人也有，哇！超级机器人，哇！被扫了，被扫了，是我耳聋，右下方还是左脚？左右相反，我左右相反，然后又耳聋啊，我不行。哈哈，就耳聋，因为口你怎么都戴耳聋啊？又口，所以耳聋是讲不了话。耳聋是讲不了话，你耳朵跟嘴巴是。 哑巴才是讲不了话，耳聋可以。没电了，我不是靠。这个热门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知道哎。我刚刚敲了，可是我……你听不到？我也才刚死，我是被小黑打，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门。哇！嘿！哇！一家人整整齐齐。 你看他们比你中指，你就知道啦。会比中指啊？如果是假的，会比你中指。啊？假的？有吗？最好啦。会啊。你记得会啊？会啊，我记得会啊。敲了一下，发现是假的，还会比中指。哇，这么细微哦。谁会比中指啊？我听不到。像这样吗？自己的人。你听不到？哎。
你皮只有敲的人看得到。我本来想说我自己敲，但你敲了一下之后，害我不敢敲了。那也可以听声音啊，因为我听不到啊，通常都听声音、啊。都直播比中指了，玲玲也是听不到吗？明显，我从来没有分辨过他的声音呢。嗡的声音。我的话就是怪，我不敢。诺主播要买什么？因为我从来都是看他有没有中指，那个比较直观一点。啊、嗯，我们出门，他等一下会回来。是吗？啊。泥皮，我要拿武器了，泥皮。尊包有。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没有铲子的耶。啊，刚我买很多，我在买，是有左轮手枪哎。哎，这边有两支铲子，在柜子里。哪里？那个不行玩啊。有什么话要说？是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你刚刚打、欸，有什么话说？你刚刚打、欸，你刚刚，我刚刚可是放你一条生路。说什么话？你为什么要欺负队友？来啊，帮忙拿铲子啊！欸、帮你买铲子了。放不动的还给你。哦，外送来了。没有。铲子！哦，我们好有钱哦。没错，多买一点。那个鸭鸭可以再买，他没有跟上来。在哪里啊 ？DUCK。还要变成？还怎么卖？我来卖。它要变成鸭肉卤了。哟，全部都拿了。哟，这皮是个称职的外送。主播好了吗？也碎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哎、欸，应该是。来，我也再买看看。放不进去、欸。应该有这个弄，应该有。OK。鸭鸭、哎，有了耶！好多只哦！哦，成功了是不是？有两只鸭子。之前它就更新可以多，我想说怎么都没有。诺主播的鸭。诺主播带越来越多啦。很快。买的应该是对的啊，泥皮很嚣张嘛，快点快点，带上我们的好东西。竟然他是这个 pig 模组才有这个左轮啊啊，这什么 pig 拼东西的啊？不是啊，买错啦，这好像用不太到哎、欸。因为这个是额外模组的东西，会有一些比较 OP 的。可恶可恶！这个啊，这个子弹 REVOLE， 没有狗了。REVOLE 没有，还是它不同名字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小黑怎么在这里会跑出来？后面有小黑哎、欸，这是巧克力吧？不是，我认真不是哦、喔。bug 吗？瑞克是被踩死了。因为我想要再用别的东西。瑞克、那个 boss 可以开门吗？瑞克好被敲，好被踩死了。会有踩死了吗？Animal， 对啊，因为我鸭子要被吃掉了，鸭子应该没事，因为我还在测试买的东西。小黑跑出来，还是有小黑 bug 啊？看到小黑在外面吗？你看那里，在把他杀掉吗？我有镭射，我有镭射枪哎、欸，我的鸭，哎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用镭射枪把他杀掉？好，镭射枪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哇，镭射枪在这里！你可以吗 ？I can do it。来吧，配合。有一只，他等一下，这巨人，跑走了，他跑走了。不
为什么会有小黑冲出来在雪地大开杀戒的问题？对呀、啊、，bug， 我在这里动哦、啊。你来，我刚才他在哪里？这两只鸭变成绿头鸭了，是不是？树林里，一只绿，一只白，对，它在树林里面。等一下、啊，可是我们可能要等他来、欸。我们要等谁？看小黑，小黑啊。小黑，我记得叫的人去碰小黑，小黑好像会生暴怒吗？然后就会去找人来杀。我刚刚跟小黑在雪地里面玩恰恰，他一舔我一碰。想说为什么会有小黑冲过来的问题？好浪漫哦！玩游戏，玩游戏。巨人来了是不是？啊、来了，各位，巨人来了，巨人来了！电他！电他！快电！电了！没电就要救吗？可以救下来。电机箱给我！还有，这里都还有。哇！有人被吃掉了。是西亚被吃掉了吗？西亚被吃掉了，我没有救到他。天哪！哇！啊，那个小黑呢？有用吗？还要来了！他有用吗？有！有吗？变成鸟吗？这只是牵制他而已啦。啊！先走！他很靠近。有办法拿铁锹把他敲死吗？巨人敲不死。等一下！我连开枪打不死他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天哪！哇！一起大开枪！各位，什么意思？太夸张了吧！你怎么只剩你活着？这是什么疯狂模式啊？这里的怪物是什么疯狂模式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走了啦！坏掉了啦！这个地图坏掉了啦！剩我们两个了。看好人尸体，看安全边。阿比，是有鬼。好啊，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怀疑我，但是我也倒了。你看那个真的是疯狂模式。这个尸体走吧，这个还有这是哦哦。今天好像一直很多泥皮活下来是怎样？这好像怪怪的啊。真的，很怪，一言不合大开杀戒。一言不合大开杀戒，疯了。是开船的，对，不会痛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对，不会再痛了。就是这场穷了点，没事。对啊，这个那个鸟跟疯子一样哎、欸，跟你们说的那个疯狂小黑一样哎、欸。鸟脖子，我想说死过哎。换一张，这张出问题了。小黑扎雪超明显的。人家路上想说，哇，谁走那么快、啊？然后近距离看，怎么小黑拖了一个尸体在路上？对啊，我想说，怎么有一个人长得这么扭曲，新的造型哦。扭曲。我们回学校玩，外面世界太可怕了。回学校。不会再拿电击枪了，我不会电，试试看 ，D U C K， 我们再买两个丫丫。丫丫他没有上车了。丫丫吗？他其实有时候会自动上车啊，有时候又没有。我刚刚好，不见了。我刚刚看丫丫带电击枪回来。哦，这么厉害哦！你们也可以带，我们钱很多，大家可以多多体验，好不好？我拿了一把枪，等着你吗？没问题，走，大家那边比较近。用法是按住是不是？没有，按一下左键，一下就好了。哦，然后它就会电，然后你就是左右移动这样子。它送的声音。重点就是你只要一下左键，你点第二下它就反而会断。好，知道了。呱呱呱呱！丫丫，子弹呢？这还有一颗子弹哎，枪真的有用哦？我不知道啊，好像没用。我刚看你开，我看到的牙牙是两只不同颜色。巧克力发出了不 OK 的声音，各位小心点。巧克力什么叫不 OK 的声音？巧克力是狼。我只是想说，这个枪肯定没用啊！你上次不是都知道了吗？有啊，我被你杀掉了耶！走啦，泥皮，不可能吧？走啦，泥皮。真的吗？这个这里，
弄进这里。好恐怖、哦！另一个，可以把枪 OK。不是我们现在去学校，去学校就不应该带枪吧？也是，不是因为我平常是不说话的孩子。哇，你是班长，你是班长新的同学？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， oh、就是有一群大人围着我，对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带点武器。这我来帮那个同学开门，帮你开门。哎、欸，洋房。不知道什么声音，树形，树形有鬼！哎、欸，我的电击枪，哦呦！哎、欸，有胡桃钳，还有胡桃钳，幽灵应该打不死啊。那我们要打胡桃钳，胡桃钳可以打，胡桃钳我们就有闪灯。哎、欸，这里，我有电击枪，但是我没有铲子。我有武器。啊、哦，走，我们去打胡桃钳。好像远离他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要打他，不是、啊，完了，我看到黑影了，各位。哇，那我们要赶快。幽灵在那边。你没有办法怎样？有幽灵拎着那个竖琴、啊，可是我不能拿他的琴呢、欸。你要空手啊！你要空手。我刚刚是空手的状态，我没办法拿。如果丫丫拿了竖琴，就杀丫丫。哎、欸，对，这只拿不了哎、欸。这只不能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还电他、啊？可以，骗子，一群骗子。我电了。幽灵在追我吗？走了，